希望觀眾未見過而又覺得新鮮咯。但其實佢即係做翻佢自己啫，都好少呢一邊噶我，因為我自己都係第一次做呢個角，即係呢個類型嘅角色啦，未試過咁酷啦，同埋即係好似咁惡咁樣啦。咁所以都即有期望嘅對呢個角色，佢霍姐嗰一面就梗係唔似佢自己平時啦，但係嗰啲幻想嗰啲畫面都似佢平時咯。係啊，幻想嗰啲先係真係嘅我咯。我發覺啲人都好中意揾我做嗰啲似即係似上司嘅類型嘅角色嘅，可能我啲人成日都叫一姐咁，所以就覺得你應該做啲阿姐嘅角色就啱啦咁樣。調翻轉咧，我就反而好想做嗰啲鵪鶉嘅角色喎。或者挑戰下學生咯，嗰啲啊，做學生，你做老師啦，你要點做學生？但係都冇人揾我做。你做學生，你佢都係做班長嗰啲嚟嘅。可唔可以做曳學生？或者佢係佢係風紀啊？我哋都唔即係會傾下偈，但係未至於話啊，佢好熟。咁但係咧，我記得我哋最尾好似有場戲就係我同佢一齊有個場合就係喺打邊爐嗰度嘅。最尾影相就大家影相，然之後喂嗱，真係約啊，係約啊約啊，真係約啊約咁樣講嘅。我又叫佢喂 join 我啲朋友嘅飯局啊一齊咁樣，咁又跟住約咗出嚟，咁又覺得即係都幾好玩喎，幾啱玩啊咁樣咯，好中意哦，度 schedule 啊砌下去邊度食飯啊 ，book 曬餐廳啊，好中意接受 order 嘅人嚟嘅。我同你好 match 啊！我就係做咗嗰個可以唔使用腦嗰個啦，即係我一見到佢咧，我就可以唔使帶腦出街啦。係啦，我就好舒服咯。即係我啲 friend 同我去旅行咧，係嗰啲即係佢話真係唔帶腦咁啊！哦，去邊啊？哦，好好好好好咁樣嗰啲嚟。我都不知道他有中即係有呢一面係或者中唔中意，即係我諗觀眾可能都未必知啊。我食嘅胃口不多，但係我係中意試新嘢嘅。你係咪唔玩得嗰啲太刺激的運動？太刺激！如果你要我吃昆蟲，我不得。Bungee jump 咁樣。我 bungee jump 我未諗過啊，但我有諗過咧，即係跳降傘得唔得？我想嘅，我想嘅，我想啊！我未去到可以踏出呢一步。你自己咧，你未必會的起心肝去做，但係你拍嘢如果叫你做咧，咁你又唔使自己俾錢啦，加上咁咪講哦，咁試咯，咁可能就係、是、通常係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先。係，我一定會拉埋你落去咯。但係我哋叫公司整個麻雀大賽嘅節目啊！可以啊，即如果呢啲節目可以啊，你可能可以參加。好開心啊！舊嗰啲咧，我會睇到佢哋係跳級地叻咗嘅，不論喺做戲啦，即係消化方面啦，即係消化劇本啊，或者消化導演同佢講啊，或者同對手磨合嗰啲，全部咩都係高級咗啊！佢哋中級組啦，而家已經。咁新嗰啲咧就又可以帶嚟新火花咯，即係佢哋就通常即係譬如 Jeffrey 啊或者霍哥嗰啲咧，佢哋係有好多估唔到嘅反應啊，即係不論對對白嘅反應或者對我哋嘅反應咧，佢哋都係會比較新鮮嘅反應咯，所以係呢啲係比較得意同埋好笑嘅位咯。印象中好像都沒有寫話要握手的，但是我們覺得是應該好像要在這個 moment， 喂，那你來介紹一個人，那應該認識他，喂 ，hello hello， 那就即係握個手啦。那我咦，咁握個手不如就咁咯，咁樣即係大家一路咁樣延伸落去嘅，咁樣。即係得我捉到佢隻手啫嘛，其他人都喺度，係啦，影下相啊，咁樣都係得我係一路捉住隻手，仲一路放咁樣。係啊，啲 fans 已經哇，好激動咁樣噶啦，好似已經捉住隻手咁耐。系啊，好豁出去，我都覺得你。咁佢唔係，咁佢拍落嚟，哇！咁唔係，但我又覺得都冇乜所謂嘅。咁因為女仔同女仔，有時你真係有時會好大力咁樣，即係唔覺意都有啦。哇！咁梗係好唔同啦，即係佢哋而家身價都好唔同啦。
即係嗰陣時認識嘅時候，佢哋係一個參賽者嚟嘅，好似一個弟弟，即係啊 hello hello 咁樣嗰啲，即係喺度 hello 咁。其實我哋都係打招呼見過下。然後我仲記得嗰陣時 ，Anson 係好早就俾人摟咗出局嘅添。咁嗰陣時我就同佢講，我話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就話唔緊要㗎，因為佢跳舞好勁嘅。咁我仲記得摟嘅時候，因為我哋都會同啲人講下啦，或者係。冇咁氣餒啊！即係呢啲咁啊，即係真係有同佢講話，其實真係唔使咁介意啊！呢啲即係你摟咗係唔使好小事嘅咋，其實即係可能之後公司都會揾你做嘢啦，點點點啦，話你繼續要繼續教跳舞啊！因為佢嗰陣時候教跳舞嘅嗰陣時仲，咁而家哇，即係完全唔同啦。而家唔得閒啦，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幾年短短，其實真係幾年嘅時間。阿朱第一次合作啊，系啊，我系估佢唔到系，佢系特别投入嘅喎，可能个角色个设定啦，佢系搞屎棍嘅，佢唔系一嚟系好人嚟嘅，佢系有目的地入呢间屋嘅，所以可能个角色嘅令到佢再要用心计啲啦。我唔知系咪因为咁而佢真系系啊，即系。他是真的很俾心機去做個角色要去做的位置，他譬如拍喊戲咧，他真的很早他就已經要即係預備嗰個情緒，我覺得他很即係好乖，好專業。唔使好多的，我哋又趕時間啦，即係拍攝太緊密啦，所以就係要考佢哋，即係你唔可以在很多的。之下都要拍到，佢真的做到咯。佢叻啊，叻仔啊，佢即除了唱歌，我估佢唱歌，你知佢可以好好勁、好入嗰個歌噶嘛？聽佢會唱。有啊，係啊，但係佢原來佢做戲都可以係咁，所以佢好勁咯。我就覺得我可以稱佢為係一個藝術家，佢真係藝術家咯。我就藝術嗰、那個。嗰、那個潛能你才可以有嗰個發揮啊！即係等同唱歌，你看他唱歌，你就知道其實他做戲，他都是擺了同一個心機在做戲嗰度。阿 J 都唱歌都很放心嘅，其實佢就即係，我覺得反而大家對於觀眾嚟講應該比較新鮮啲，就是他在即係戲劇上面做戲嘅方面咯。咁其實可能在電影，即係阿媽有咗第二個，就叫第一次見到他做戲嗰一面啦。咁嗰陣時我都覺得哇！又估唔到喎，真係有啲，因為以前佢即係參賽嘅時候都唔會有做戲嘅部分係，咁所以今次佢做喜劇其實都係幾令人哋期待咯。我做過冇腦嘅，即係 follow order 嘅。喂，你咯，你 head 住我幾勁啊！佢反而佢頭先話都想試下旅遊節目啊嘛，佢都未試過。我就即係我就反而戲劇嘅少，咁我就都會想試下啲唔同類型嘅嘢咯。即係戲氛多少都其實有時都唔係最重要，有時有啲即係你有時有啲角色你戲氛少，但係其實又好有你做得好有發揮，都係。一個亮點嚟嘅，拍感情戲先咯，你喂，你最好係啊，你培養多啲感情，喂，喺戲裏邊談情都可以。偶像劇噶啦，你知唔知啊？咁你咪同個偶像 kiss 嗰啲啫，你明唔明啊？我已經做唔到嗰啲噶啦，咁咪唔好揀姜圖咯。我都做下啲，我都做下啲古裝咯。古裝。未試過嘛，都是一個挑戰嚟嘅喎，背好深對白嗰啲，靚嘅，但係熱死你，我話俾你聽，冬天係凍死你，熱天咧就熱死你，係對白都背死你啊！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呢啲對白你都能夠拍得到、駕馭得到咧，咁其他你就反而唔使擔心。我想睇你拍偶像劇啊，揾我噶啦。所以，咁你咪拍啲正氣嘅感情，中女嘅感情戲。你咪揀個成熟啲，唔好啦。小鮮肉會俾人鬧噶，你揀個成熟啲啦，咁你會靚啲，大佬。真係噶，呢條數要計噶。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